右边是往西兰道山登山口，前面是人人分站。现在大概6:40，一起爬5个小时。前面是人人分站，现在看到水色大山和日月潭。好，这边是 1K， 这边 1K 都在很多，这车子如果开车上来停这边，这边露营。真的走了 1.55 公里了，开始要拉绳子了。我们现在走了 1.95， 海拔在1700。很多坡越岭，好像深越岭还没有看到，可能再往上爬一点。还要再走10K， 还要到山梯。这海拔2000了，哎，2000，快将近这海拔2050，因为4K 多了。继续走，下一个休息点，吃东西。八爪章鱼树是板根子，1公里海拔2100，这里这边杂营。还有人在那睡，走一半了，还没接近一半了。这边已经接近 6K， 海拔2300，还剩下5公里多，海拔大概2370，快点 6K， 海拔2400的一个瞭望台山屋。老鹰哦，哦是老鹰。6.3K 有个岔路，那我们左边这边走，这边6.6K 有个独木桥，就让前面爬上去，爬上去。这边海拔2457K 了，现在开始要在坡上上下下，大部分都躲上坡。现在几点了？10:30。Go go， 2点就上山了。2:20，我们7点，我们2600。就这样。我们停在双龙啊，外架接驳车站。好，接在双龙。从岸上市到现在多久没见？好像有好几个哦，玉华、某某，好像大一几个月了。他走这种路，就是走上。这边海拔2700多了，大概已经我们爬走了8.5K 了。渡住的水壁还是有绳索，人家要攀爬。开始爬了，往下。是，对面是阿里山山脉，扛住了那个罗。我看到对面那个山头了，就夕阳大山。哇，还一段路。9.5K， 海拔2800，他爬吧。现在委托放下大水库山，最高的是那个玉山北峰、主峰、东峰。前面是玉山主峰，前面可能是峻大云海。哇，好美！现在在西。我们等一下准备东西收拾要下山了，下午茶喝完下午茶了，准备要下山了。现在下坡了，
慢慢走。上面海拔2700多，等一下霍威格拉绳子比较陡下。刚我们过那个山屋了，还有大概五，哎呀，九点了，终于到登山口了，还要提1点多可以淋。